大家早安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民生杯的会场。听说民生杯是一场历史悠久，好像也没有啦，就是它是一场听说是 CP 值很高的赛事。然后我们今天特别有没有看到，穿着非常不一样，而且还带了我的登山车。我们今天要来参加就是民生杯的下坡当 hill 的比赛，还有土坡比赛。那我算是第一次参加啦，有点是菜鸟，所以希望等一下平安完赛就好，因为下礼拜就是 CT， 就是比较重要的大比赛了。那我们东西收一收，我们准备去报道去。Go go！ 这个护具该穿还是要穿一下，安全第一。昨天来练习的时候还好穿护具，因为我昨天又小摔了一下，还好都摔在护具上，多亏了他们保护。走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个硬度，来来，好，可以可以。这是赛前偷吃布，偷吃布。我的目标不要输给他一分钟，会不会太少？两分钟好。不用太多了啦。闪电，泄气完成。我们刚刚做一点泄压动作，因为轮子如果太硬，滚动可能会太敏感。然后在这个今天的路很沙，非常的滑，所以用软一点可能会好一点。现在我们每一组啊，会是一个一个出发，然后我是乙组最后一个。现在我们一号才刚出发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选手出发。Go！ 五、四。好，我们已经骑完第一趟了。我第一趟不知道是不是热身没有充足，我刚下坡其实好几个踏板都没有踩得很稳，所以一直我觉得没有踩得很顺啊。跟昨天练习比起来，第一趟有点生疏。然后早上比完了，我第一趟的成绩好像是一分三十几秒，有点忘记了。然后待会我们中午就会有一个是加码赛，就前面有个土坡场，然后会有两个人一起出发，然后这样一起看谁可以先到终点。等一下带大家去看。然后土坡场结束之后呢，下午还有第二场的，从一样上面滑下来，然后最后两场加总成绩就会是今天的完赛成绩，真期待。我刚刚提出你们家弟弟、欸，有啊。可恶！我是 Jerry 耶，我刚刚在想说，想办法不要输他一分钟。你刚刚是几秒啊？一分30。我31。可恶！就输给他一秒，太强了。最后，我直接招是谁？金刚，哎呀，好，子琪获胜。现在在进行中午加码赛，现在就是一个土坡场，然后你要这边绕圈，两个一起出发，看谁可以先到终点，败部复活。我等一下是最后一场，很恐怖哎，我在这边骑不惯，超级慢。
一、二、三，到。休息片刻，接下来我们来去下午场，终于快走到了。选手准备出发，我来找他了。刚骑，你刚骑几秒？你刚骑几秒？记得吗？1:23:30这样子。哎，我也1:23，没有赢。然后我加早上的一秒。哦，对哦，没有赢。可恶！可恶！我听到，我听到那个他的成绩，然后我想说，哇塞，太快了吧，23比早上进步7秒。对。然后我就刹车一直放，一直放，放到快塞车。可恶，好可惜，没追到，太强了。重点是我们刚第二趟啊，我为了要去跟那个小弟弟 PK， 因为第一场我跟他比赛，我跟他同一组嘛，然后，他算是我同龄层的选手，当然都很强，所以我没办法跟我同年龄的比，只能往下更年轻的选手来比赛。我就想说，我来挑战他。就第一场啊，我跟他秒数相差了1秒，然后在下午比赛，我刚刚中午去练了很多那个土坡场，然后下午的比赛，我的比赛竟然跟他是同秒，都是1:23完成。我们相比早上，我进步了8秒，他进步了7秒。可是重点是我早上已经输给他1秒了，所以这个秒数没有追回来，我还是输给他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惩罚呢，就是去喝一口东东辣椒酱。没有，没有这一块啊。今天我中午跟他们去比那个土坡场的时候，我觉得还蛮有趣。就是中午我在玩土坡的时候，两个人出发的 PK， 哎、欸，真的很紧张，因为一出发你要想办法去抢到最前面，其实难度超级高的，而且那个技术不好的话，很容易就是你的惯性就不见，你要用脚去踩，可是有可能会顶到那个土坡，所以我觉得很有挑战。但对我来讲，我觉得今天的体验很好玩。下次如果还是有相关比赛，我觉得还是会来参加一下，因为下坡这个一直滑的感觉跟骑公路车完全不一样，推推。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民生杯自行车个人计时赛，或是如果你有想看更多啊有关于 off road 就是这个登山车的一些影片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或许未来我们机会都可以去挑战尝试拍给大家看哦。我是你教练队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我们来去随便逛一下这个摊位，看起来超级热闹， Let's go。Zero 为什么不卖轮组，在卖果汁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时机不能跟产品相关。可是只有这间店跟大家的最不一样，其他店都有点太阳刚了。